人有没有工作信用？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那我就发财了，那我就发财了。下一个。喂，什么？九个闺蜜？好，等我。约回去，约闺蜜。打包好啊，装着，不要浪费了。喂！销售的啊，来，这台笔记本用10000块钱把它卖给我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刚才走那个面试的，你看行吗？走了。啊。喂。老板，我是刚才那个面试的，给我10000块钱，我把电脑。去逛街嘛？去嘛？哎，圈圈，我今天生病嘞，我要去请假，本来是，但是我想问问你问题之后再去请假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有一首歌的名字我忘记了，他怎么唱来的？这叫是，一个的舞啦哒啦，啦啦啦哒啦哒啦。哎呀，跟你说了，我今天生病了，去请假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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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啦？这是什么？奖状啊。最美什么？最美奖状啊。妈妈，哎。你觉得我属于好看型还是难看型？你属于好看和难看中间的那种型。
是不是你的理想型？好难看些。雪花飘飘飞。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是不是你们的？是啊。你们家牛会抽烟不？你有病啊！你家牛会抽烟呐？那就是牛棚着火了。楼下呢？你在几楼？二楼，在二楼，快点啊，二楼。哦，我到二楼了，没有看见你。我在这趴着呢，戴个绿帽子，赶紧赶紧，没血了没血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地上。我去，我死了，你不用来了。喂！脑瓜疼，脑瓜疼，找不到客户，脑瓜疼。Today I don'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.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. 老板，这个小鱼干多少钱呀？10块一盒。能不能便宜点呀？2块吧。2块，我送给你好不好啊？哇，谢谢老板！亲爱的，我想你了。想我了？当初为什么跟我分手？宝贝。你看，当初是我甩的他吧？这回我信了啊，这回我信了。哇塞，这么多赞啊！那我也可以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彤彤，在吃鸡腿啊？对啊。那你知道这个鸡腿怎么吃最好吃吗？不知道。给我，来，我喂你吃啊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。啊！能不能不要喂我狗粮？那给你换个猪饲料喽。那给你换个猪饲料喽。我会唱歌，我会唱歌，我会跳舞，我会跳舞，我会飞，你放屁！爸爸的美丽。手机没拿。确认过也。阿姨，谢谢啊！没想到你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心地还是挺善良的呀。啊！喂，媳妇儿，我一个人看电影呢。亲爱的，别打电话了，电影快开始啦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能不能给我100枪呀？带我吃鸡好不好嘛？好的，马上到。小哥哥，人家都倒地了，你都不来扶我，哼，大坏蛋。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嗯，好啊。装鞋的盒子是什么？鞋盒。装戒指的呢？礼品盒。那装你和我的呢？为何？佳佳佳佳，做我女朋友吧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志向远大啊。我没什么志向吧。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？哎，小可，你对你未来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要求。那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？5-6千的样子。那你觉得你男朋友得多少工资才能养活你呢？不需要多少钱，能让我吃饱饭就行了。想带你去看星空万里。老板买单。想告诉你，一箱米1800。太费了，哥。